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新闻深度报道，我是叶秉伦。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喜讯，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消息，那就是在台湾时间的昨天晚上7月19号的晚上11点钟，也就是美国纽约时间的上午11点，佛教慈济基金会正式取得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非营利组织的特殊咨询身份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样的一个殊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真的是一大事因缘，在慈济史上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就是呢，在其实我们在2003年就已经取得了这个联合国的新闻局的观察员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并没有办法直接去参与联合国大大小小的会议，或者是有发言权，或者是能够发挥太大的一个影响力。于是在这个几年前，上人呢就把这份责任托付给美国的慈济人，跟他们说美国是一个世界舞台，而美国的这个联合国的总部也是在纽约，希望你们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克服万难进入到这个 ECOSOC， 也就是经济社会理事会，让慈济能够正式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让我们真正在国际间，尤其是在进行各项的人道援助工作的时候，能够畅行无阻。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为天下人做更多的事情。那这个美国的慈济人，他们接到这份任务以后呢，自己呢这几年来非常的用心，可以说是全力以赴的。那为了这样一个申请，为了这样一个身份咨询地位的一个取得，真的是用尽了全心力。那他们的这份努力，终于就在今天，也就是7月19号这一天，就在一年一度的经济社会理事会的大会上面，就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在这个大会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场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观，非常非常的正式。那各国在这个经济社会理事会呢，总共有54个会员国的代表，大家齐聚一堂，那这个主席的一个主持之下，那无异议的通过慈济取得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也把这个锤子呢，这个木锤这样子的敲下去的这一刻，就是也为慈济史上写下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联合国到底是什么一个组织？其实是在1954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因为人类有了一个觉悟，那就是我们不要再让世界大战这样一个悲剧再发生，所以呢，这些盟国的国家大家就组成了所谓的联合国。那也就在这一年呢，签订了这个联合国的宪章，大家约定好我们要避免像这个世界大战这样的悲剧再发生在人类史上，于是呢，定下这样一个条约。他们努力的方向，他们的精神里面的目标，就是要促成一个世界大同、一个和平、祥和的大爱的这个地球村，不要再有灾难，不要再有这些纷乱。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其实联合国的精神宗旨跟慈济的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难、上人的悲愿，其实是非常吻合、非常契合的。那因此呢，在这个联合国里面，他们就设了六个主要的机构。我们从简报上可以看得到，就是有联合国大会，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就有点像是一个国家的国防部这个负责军事相关的事宜。那还有联合国托管理事会比较是在经济贸易方面的。那还有联合国的秘书处跟国际法院。那这个跟那但是呢，联合国的最主要的业务单位、会务单位，那负责所有这个全世界关心全世界的经济、社会、健康人权、儿童、妇女、就业等等这些这个业务呢，全部都是属于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来做一个统筹，包括大家平常说耳熟能详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是这个儿童世界儿童组织、妇女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呢，也都是由这个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来做一个统筹跟协调。所以今天慈济可以进入到这个组织里面来成为他的一个议员，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刻。那上人在今天早上正光早会开始当中，更是提到说，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一个这个因缘呢，除了说是联合国还有全世界对于慈济的一个肯定以外，更重要的是为佛教、为众生，我们是以佛教慈济基金会这样的一个名义进入到联合国。那佛教大家都知道，上人过去40多年来就是为了这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而今天佛教已经正式的带入了这个国际舞台，而为众生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肯定，让我们在全世间
可以呢肩挑起更大的一个责任跟力量，为普天下的众生，现在不是只有限定于在哪一国，不再有这样一个这个国界的一个限制，我们现在要挑起的是无疆界众生的一个责任。所以上人七勉全球的慈济人，我们在这一刻我们的肩膀要挑更重更大的责任。我们来恭听这段上人开始。在台湾时间啊，昨天晚上就是7月19号哈，2010年呀，7月19号暗时的11点是台湾时间，美国时间呢也是啊，在2010年呀，7月19号的再去洗哈，也应该是上午啦，也11点哈，也已经呢，在迄个联合国的这个会议厅里吼，那敲下了这一响，宣布了慈济走入了联合国的这样的社会经济社会理事。特殊咨询的地位哈，真的是很兴奋呐！啊，要感恩的是美国的慈济人，从2008年啊，这个2008年呐开始，我们很努力的，那就是所做的一切已经呢早就是大家都承认呐，只是呢还有少少的一点啊名称啊等等，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佛教的一定要放上哈、哦。那这个我们呢是已经呢是在世界里无疆界的啦，所以就是佛教慈济基金会哈、哦，这个、名称呢都是还是以宗教的形态，那让它的范围呢扩得更大，不只是呢在台湾而已。所以呢的表示不是只有在台湾，那就是在无疆界，是世界里普天之下，只是这样的跳脱呢，那就是呢变成了这种在国际的联合国的里面成员之一。这也都是美国的慈济人呐、啊，也都很用心，慈济已经呢在这里面呢有这样的地位了啊，这也是哈、哦、联合国的这6个主要机构之一哈、哦。那入去内底都是正式入去啦，在联合国的有这样的资格，那这个资格呢就可以呢参与他们的会议呀、啊，也可以呢提出哈、哦、发问啦、啊、哈、哦，那也可以在大会中呢可以吸收很多的这种NGO 团体的哈、哦、这种经验理念、啊，然后这都是呢让我们慈济的这样的工作，或者是呢我们的这眼见呐、啊，还会呢更广更阔哦，已经呢可以到无疆界啊、哦，无疆界就是一直呢很期待呀、啊，为佛教，但愿佛教呢这样让每一个国际间每一个角落啊，都能看得到啊，佛教呢在人间呐、啊。